侍郎。陈叔达兼纳言。二月丙戌，召天下诸宗人无执任者，不在徭役。知县每州置宗师一人，以相统摄。丁酉，窦建德公与文化集于聊城，斩之，传首突厥。闰月辛丑，刘武周亲我并州。己酉，李密就将徐世绩以黎阳之众及河南十郡将，授黎州总管，封曹。PG 八，国公赐姓李氏。庚戌，上为行都邑，以察盲俗，即日还宫。贾寅，贼率诸灿杀我时，散其长势断却，奔洛阳。夏四月乙巳，王室冲窜越望洞卫，建称天子，国号镇。辛亥，李轨为齐伟尚书，安新贵所职以将，何佑平。突厥使毕可汗死。五月己卯，西国公薨，追崇为隋帝，谥曰公。六月戊戌，令国子学立周公、孔子庙，四时至祭，人伯求其后。癸亥，上书右仆射裴寂为靖州道行军总管，以讨刘武周。秋七月壬申，至十二军，以关内诸府分立焉。王世充遣其将罗氏信亲我古州，是信率其众来将。西突厥叶护可汗及高昌并遣使朝贡。九月辛未，贼率李自通据江都，建称天子，国号吴。审法新据毗陵，建称梁王。丁丑，河州贼率杜伏威遣使来将，授河州总管、东南道横台尚书令，封楚王。裴寂与刘武周将宋金刚战于界州，我师败绩，又五位大将军将宝义死之，并州总管。齐王元吉据武周所逼，奔于京师，并州县。以为京师地震。冬十月己亥，封幽州总管罗毅为燕郡王，赐姓李氏。黄门侍郎杨公人为纳言。沙明部尚书鲁国公刘文静以卯讨刘武周，军于蒲州，为诸军声援。壬子，刘武周进为靖州。甲子，上卿辞华岳。十一月丙子，窦建德县黎阳，竟有山东之地。怀安王神通、左武后大将军李世绩皆没于贼。十二月丙申，永安王孝基、工部尚书独孤怀恩、总管于云为刘武周将宋金刚演习，并没焉。甲辰，授于华山。壬子，大封拔木。三年春正月辛巳，幸蒲州，命祀顺庙。癸巳，至自蒲州。甲午，李世绩于窦建德所自拔归国。建德建称夏王。二月丁酉，京师西南的有声如山崩。庚子，姓华英。工部尚书独孤怀恩谋反伏诛。三月癸酉，西突厥叶护可汗、高昌王屈伯雅遣使朝贡。突厥贡条之巨鸟。己卯，改纳言为侍中，内史令为中书令，给侍郎为给侍中。甲戌，内史侍郎封得一兼中书令。封贼帅刘 PG 九，孝贞为彭城王，赐姓李氏。夏四月壬寅，至自华阴。于益州置行台尚书省。甲寅，加
秦王益州道衡台尚书令。秦王大破宋金刚于界州，金刚与刘武、周俱奔突厥，遂平并州。伪总管尉迟敬德、寻乡以界州将。六月壬辰，起封楚王杜伏威为吴王，赐姓李氏，加授东南道衡台尚书令。丙午，清路囚徒。封皇子元景为赵王，元昌为鲁王，元亨为封王，皇孙承宗为太原王，陈道为安陆王，陈干为衡山王，克为长沙王，太为宜都王。秋七月壬戌，命秦王律诸军讨王世充，遣皇太子镇蒲州，以备突厥。丙申，突厥杀刘武周于白道。冬十月庚子，怀树贼率高开道遣使将，授魏州总管，封北平郡王，赐姓李氏。四年春正月丁卯，窦建德行台尚书令胡大恩以大安镇来将，封定襄郡王，赐姓李氏。辛巳，命皇太子总统诸军讨箕湖。三月，喜封宜都望太为魏王。窦建德来援王世充，攻陷我管州。下四月甲寅，封皇子元方为周王，元礼为镇王，元嘉为宋王，元泽为金王，元茂为越王，初至都护府官员。五月即位，秦王大破窦建德之众于五劳。秦建德，河北西平。丙寅，王世充举东都将，河南平。秋七月甲子，秦王凯旋，献俘于太庙。丁卯，大赦天下，废五铢钱，行开元通宝钱，斩窦建德于市。流王世充于蜀，未发为仇人所害。甲戌，建德于党刘黑踏据张南反，至山东道衡台尚书省于明州。八月，兖州总管徐元朗举兵反，以应刘黑踏，建称鲁王。冬十月己丑，加秦王天策上将，位在王宫上，领司徒、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，齐王元吉为司空。以四，赵郡王孝公平荆州，获消息。十一月甲申，于明州至大行台，废明州都督府。庚寅，焚东都子为公干阳殿。会稽贼率李自通以其地来将。十二月丁卯，命秦王及齐王元吉讨刘黑闼。人生喜封宋王元嘉 PG 十为徐王。五年春正月丙申，刘黑闼据明州，建称汉东王。三月丁未，秦王破刘黑闼于明水上，进赴所县州县，黑闼王奔突厥。魏州总管北平王高开道叛，寇益州。下四月庚戌，秦王还京师，高祖迎劳于长乐宫。壬申，代州总管定襄郡王大恩为鲁所败，战死。六月，刘黑闼引突厥寇山东，至建议大夫官员。秋七月丁亥，吴王扶威来朝，随汉杨太守冯盎以南越之地来将，领表西定。八月辛亥，以明京并幽交五州为大总管府，改封衡山王陈干为中山王，葬随杨帝于扬州。丙辰，突厥协力寇雁门，即位进寇朔州，遣皇
太子及秦王讨及，大败之。冬十月癸酉，遣齐王元吉及刘黑闼于明州，时山东州县多，为黑闼所守，所在沙场立以应之。行军总管淮阳王道玄与黑闼战于下伯，道玄败没。十一月甲申，命皇太子率兵讨刘黑闼。丙申，幸宜州，检阅将士。十二月丙辰，效烈于华池。庚申，至自宜州。皇太子破刘黑闼于魏州，斩之，山东平。六年春正月，吴王杜伏威为太子太保。二月辛亥，效烈于骊山。三月乙未，幸昆明池，宴百官。下四月己未，旧宅改为通义宫，驱设京城戏囚，于是置酒。高会赐从官伯各有差。癸酉，以尚书右仆射魏国公裴寂为左仆射，中书令宋国公萧宇为右仆射，侍中关国公杨公仁为吏部尚书。秋七月，突厥协力寇朔州，遣皇太子及秦王屯丙州以备之。八月壬子，东南道横台仆射府公时据丹阳反，见称宋王。遣赵郡王孝公及岭南道大使永康县公李靖讨之。丙寅，突谷浑内附。九月丙子，突厥退，皇太子班师改东都为洛州。高开道引突厥寇幽州。冬十月，幸华阴。 PG 十一。十一月，效烈于沙苑。十二月乙巳，以奉义监为龙月宫，武功宅为庆善宫。甲寅，至自华阴。七年春正月己酉，封高丽王高武为辽东郡王，百济王扶余张为代方郡王，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。二月，高开道为部将张金树所杀，以其弟将。丁巳，姓国子学亲临侍殿，改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。吴王扶威薨。三月戊寅，废尚书省六司事郎，增吏部郎中至正四品，掌选事。戊戌，赵郡王孝公大破府公时秦之丹阳平。下四月庚子，大赦天下，颁行新律令，以天下大定。诏遭父母丧者听中制。五月，造人至公于以周之以军县李氏祭讨徐元朗平之。六月辛丑，信人至公。秋七月甲午，至自人至公。袭州地震山崩，江水淹流。八月戊辰，突厥寇并州，京师戒严。壬午，突厥退，以为京师解严。冬十月丁卯，幸庆善公。癸酉，幸终南山叶老字庙。十一月戊辰，效烈于高陵。庚午，至自庆善公。八年春二月己巳，清路囚徒多所援诱。下四月，造太和宫于终南山。六月甲子，幸太和宫。突厥寇定州，命皇太子往幽州，秦王往并州，以备突厥。八月，并周道总管张公瑾与突厥战于太谷，王师败绩，中书令温彦伯梅与贼。九月，突厥退。冬十月辛巳，
姓周氏悲孝烈，因姓龙月公。十一月辛卯，姓宜州。庚子，蒋武于潼关县。改封属王元。鬼为吴王，汉王元庆为成王。加授秦王中书令，齐王元及侍中。天策上将府司马宇文氏及全检校侍中。十二月辛酉，至字宜州。九年春正月丙寅，命州县修城隍，被突厥。尚书左仆射。魏国公裴寂为司空。二月庚申，加齐王元吉为司徒。戊寅，清祠社稷。三月辛卯，姓昆明池。下五月辛巳，以京师四官不甚清净，诏曰 PG 十二，世家阐教清净为先，远离尘垢，断除贪欲，所以弘宣圣业，修植善根，开导愚迷，精良品数，是以敷衍经教，简约学徒，调颤身心，舍诸染者，衣服饮食闲资四倍，自觉王迁谢，相法流行，末代凌迟，见已溃烂，乃有违见之旅，归自尊高，浮堕之人，苟必摇曳，妄为剃度，脱号出家，嗜欲无厌，淫求不息，出入闾里，周旋环会，驱策田产，聚积货物，根之为生，孤犯陈业，视同编户，即等其人，尽为戒律之文，退无礼典之训，至乃轻行劫掠，公自川渝，造作妖讹，交通豪华，每离县往，自陷重刑，独乱真如，侵毁妙法，辟资狼友，有会家苗，类比淤泥，混夫清水，又加兰之地，本曰静居，七星之所，礼尚幽寂，近代以来，多立四舍，不求闲旷之静，为屈喧杂之方，善采其躯，动与疏拓，错喘盈溢，又纳间邪，或有皆言禅底，临近屠孤，哀尘满室，山心淫道，徒长清慢之心，有亏崇敬之意，且老是垂化，食贵充虚，养志无为，移情物外，全真守一，是谓玄门，驱驰事物，由乖宗旨，正因其欲语，兴隆教法，至私利益，情在护持，欲始欲时，区分熏游有变，长存妙道，永固福田，正本成员，宜从沙泰诸僧尼道士女寇等，有精勤练行守戒律者，并令大肆官居住，给衣食，勿令乏短，其不能精进，戒行有缺，不堪功养者，并令罢遣，各孩桑子，所思名为调事，勿依法教为治知事，悉宜停断。京城留寺三所，关二所，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，于西罢之，事尽不行。六月庚申，秦王以皇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同谋害己，率兵诛之，诏立秦王为皇太子，继统万机，大赦天下。八月癸亥，诏传位于皇太子，孙帝为太上皇，徙居弘义宫，改名太安宫。贞观八年三月甲戌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，故未尝。孙吴忌曰：“当今蛮夷律服，古未尝有。”
无忌上千万岁寿。 PG 十三，高祖大悦，以九赐太宗。太宗又奉商上寿，流涕而言曰：“百姓或安，四夷贤父，皆奉尊圣旨，启臣之力。”于是太宗与文德皇后互敬御膳，并上服御衣物，一同家人常礼。是岁月午，于晨曦，高祖亲自临事，劳将士而还，置酒于未央宫三品以上贤士。高祖命突厥协力可汗起舞，又遣南越酋长冯至带勇师，继而笑曰：“胡越一家，自古未之有也。”太宗奉商上寿曰：“臣早蒙慈训，教以文道，原从一齐，平定京邑，众以削举。五州世充建德，皆上禀瑞算，幸而克定。三数年间，混一区域，天慈重宠，遂蒙重任。今上天垂佑，时何遂复被发左任，并为臣妾。此启臣之力，皆由上禀胜算。”高祖大悦，群臣皆呼万岁，即夜方罢。九年五月庚子，高祖大建，下诏祭病之后，皇帝遗余别所事军国大事，其父轻重悉从汉制，以日一月元陵制度，勿从简约。是日崩于太安宫之垂拱前殿，年七十。群臣上谥曰：“大武皇帝，庙号高祖。”十月庚寅，葬于献陵。高宗上元元年八月，改上尊号曰神尧皇帝。天宝十三载二月，上尊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。使臣曰：“有隋纪年，黄土板荡，荒渚胆燎原之焰，群盗发逐鹿之机，舔豹无厌，横流弥旧。高祖沈独夫之运去，之新主之博兴，密运雄图，未生龙月而屈己求可汗之源，卑辞达理密之书，绝神机而速若疾雷，屈豪杰而从如掩草。继欧尧允恕依让寿终，行名大颤于凡科，爵位不逾于许州。由是绝经有耻，福莽之非，人怀汉道之宽平，不责高皇之谩骂。然而优柔失短，敬论的行，朱文敬则一法不从，仇裴寂则屈恩太过，坚硬由之。背景必幸得以多封。献公遂兼于深深，小白宁怀于赵乎一。但兵骄爱子，使及生孙。匈奴寻犯于汴桥，今亦贤忧于左任。不有圣子，王爷待哉。 PG 十四，赞曰：“高皇创图，势若摧枯。国运神武，家难圣魔。延伸床子，或切肌肤，吃消之勇，无损于无。” PG 十五，本纪第二。宗上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讳世民，高祖第二子也。母曰太穆顺圣皇后窦氏。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，生于武宫之别馆，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，三日而去。高祖之陵齐州，太宗十年四岁，有书生自言善香，谒高祖曰：“公贵人也，且有贵子。”见太宗曰：“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
年将二十，必能济世。安民矣。高祖惧其言谢，将杀之。忽师所在，因采，济世安民之意，以为民焉。太宗又聪锐，玄见深远，灵机果断，不拘小节，时人莫能测也。大业末，炀帝于雁门为突厥所围，太宗应募救援，立屯卫将军云定兴营。将行，未定兴曰：“必击其鼓以射疑兵，且使必克韩举国之师，敢为天子，必以国家仓卒无援。我张君荣令数十里翻旗相续，夜则征鼓相应。鲁必为救兵云集，望臣而顿矣。不然，彼众我寡，西军来战，必不能知矣。”定心从焉。师赐郭宪，突厥后其持告使毕曰：“王师大至，由是解围而遁。”即高祖之守太原。太宗十年十八，有高阳贼帅魏刀儿，字号立山飞，来攻太原。高祖急之，深入贼阵。太宗以轻骑突围而进，射之，所向皆披靡，拔高祖于万众之中。士会步兵至，高祖与太宗又奋急，打破之。时随坐椅中，太宗前途一举，美折节下。士推才养客，群盗大侠，莫不怨笑死力。即一兵起，乃率兵略逊西河，克之。拜又领大都督，又三军皆立焉，封顿黄郡公。 PG 十六。大军西上甲胡堡，随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屯获益，以拒益。十会酒与梁靖，高祖与裴寂议，且还太原，以图后举。太宗曰：“本心大义以救苍生，当须先入咸阳，号令天下，欲小敌。”即班师，将孔从义之徒一朝解体，还守太原一城之地，此为贼二，何以自全？高祖不纳，促令引发。太宗遂豪气于外，身文帐中。高祖召问其故，对曰：“精兵已易动，进战则必克，退还则必散。众散于前，敌沉于后，死亡须臾而至，是以悲耳。”高祖乃悟而止。八月己卯，雨季，高祖引师去获益。太宗恐老身不出战，乃将数骑先一骑城下，举鞭指挥，若将围城者，以激怒之。老身果怒，开门出兵，背城而阵。高祖与建成合阵于城东，太宗及柴少阵于城南。老身挥兵急进，先薄高祖，而建成坠马，老身乘之。高祖与建成军衔却。太宗自南援绿二旗持下郡板冲断其军，引兵奋急，贼众大败，各舍帐而走。玄门发，老身引神御上，遂斩之，平获益。至河东，关中豪杰争走复议。太宗请进师入关，取永丰仓以镇穷乏，收群盗以图京师。高祖称闪。太宗以前军济河，先定渭北。三府吏民及诸豪华义军门请自效，者日以千计，扶老携幼，满于麾下，收纳英俊，以备辽烈远近闻者，咸自托焉。师赐于泾阳，胜兵九万，
破胡贼刘耀子，并其众。刘英开山，刘弘基屯长安故城。太宗自去丝竹，贼帅李仲文、何潘仁、向善志等皆来会，顿于阿城，获兵13万。长安父老鸡牛酒一金门者不可胜计，劳而遣之，亦无所受。君令严肃、秋毫摩所犯，寻与大军平京城。高祖扶正，受唐国内使，改封秦国公。会薛举以进促10万来逼魏兵，太宗亲击之，大破其众，追斩万余级，掠得至于陇底。义宁元年12月，复为右元帅，总兵10万训东都。即将选，谓左右曰：“贼见无骸，必相追也。设三伏以待之。”俄而随。PG 17，将段达律万余人自后而至，渡三王陵，发伏击之，段达大败，追奔至于城下。因于宜阳、新安至雄、古二州，数之而还。喜，封赵国公。高祖受禅，拜尚书令，又武后大将军，进封秦王。加授雍州牧。武德元年7月，薛举寇荆州，太宗律众讨之，不利而炫。9月，薛举死，其子仁杲嗣立。太宗又为元帅以及仁杲相持。余折直臣，深沟高垒者60余日。贼众10余万，兵锋盛锐，数来挑战。太宗暗甲以挫之，贼粮尽，其将募军才梁胡郎来将。太宗谓诸将军曰：“彼气衰矣，吾当取之。”遣将军庞昱先阵，于浅水源南以诱之。贼将宗罗并军来拒，昱军即败，继而退。宗亲御大军掩自原北，出其不意。罗望甲复回师相聚，太宗将削其数十入贼阵，于是王师表李其愤，罗大溃，斩首数千级，头见骨而死者不可胜计。太宗率左右20余骑追奔，直去折直以成之。仁杲大惧，因臣自守。将系大军既至，死面何为？结朝，仁杲请将扶其精兵万余人，男女5万口。即而诸将奉贺，因问曰：“使大王也战破贼，其主上保奸臣王无工具，轻骑腾竹，不带步兵，进薄城下，嫌疑不克而进下之，何也？”太宗曰：“此以权道破之，使其计不暇发，以故克也。罗氏往年之盛，先父养锐日久，见无不出，意在相亲。今喜无出，西兵来战，虽即破之，擒杀盖少。若不即灭，还走投诚，仁杲收而服之，则便未可得矣。且其兵众皆陇西人，一败披退，不及回顾，散归陇外，则折直自虚，我军随而破之，所以聚而降也。此可谓成算，诸军竟不见耶？”诸将曰：“此非凡人所能及也。或贼兵精其甚众，还令仁杲兄弟及贼帅宗罗、嫡长孙等领之。”太宗与之游猎驰射，摩索艰然。贼图何？恩赦气，衔怨笑死。使李密出赴，高祖令密持船迎太宗于滨州。
密见太宗天资神武，君威严肃，惊悚叹服，思谓因开山曰 PG 18真因主也，不如此何以定祸乱乎？凯旋献节于太庙，拜太尉陕东道行台尚书令镇长春宫关东兵马并受节度巡，加左武后大将军凉州总管，宋金刚知县快州也，兵锋盛锐。高祖以王行本上据蒲州，吕崇茂反于下县，晋快二州相继陷没，关中震骇，乃首敕曰：贼势如此，难与争锋，一气河东之地，谨守关西而已。太宗上表曰：太原王业所积，国之根本，河东因时，今亦所资，若举而弃之，臣妾愤恨。愿甲精兵三万，必能平田五州，克复焚晋。高祖于是西发关中兵以一之，又幸长春宫亲送。太宗二年十一月，太宗率众去龙门关，吕兵而渡之，进屯薄壁，与贼将宋金刚相持。寻而永安王孝基败于下县，于云独孤怀恩、唐俭并为贼将寻相，欲持敬德所执，将还快州。太宗遣因开山、秦叔宝邀之于美良川，大破之，相等仅以身免，西虏其众，复归薄壁。于是诸将贤请战，太宗曰：金刚玄君千里深入吴的精兵骁将，皆在于此。五州据太原，专以金刚以为汉士卒虽众，内实空虚，意在速战。我兼营蓄锐以挫其锋，粮尽既穷，自当遁走。三年二月，金刚竟以众馁而遁，太宗追之至界州。金刚列镇南北七里，以拒官军。太宗遣总管李世济、陈咬金、秦叔宝当其北，嫡长孙秦武通当其南。诸军战小阙，为贼所陈。太宗率精骑击之，冲其阵后，贼众大败，追奔数十里。敬德相率众八千来将，还令敬德都之与军营相参。屈突通据其围，便昼以为请。太宗曰：袭萧王推赤心至人腹中，并能毙命。今伟人敬德，又何疑也？于是留五州奔于突厥，并焚西腹。旧帝召旧军加拜益州道衡台尚书令。七月，总率诸军攻王世充于洛邑，师刺古州。世充率精兵三万阵于辞见，太宗以轻骑挑之，时众寡不敌，陷于重围左。PG 十九，右贤惧。太宗命左右先归，独留后殿。世充骁将单雄信数百骑，夹道来逼，交抢进进，太宗几为所败。太宗左右射之，无不应。贤而道，获其大将宴骑。世充乃拔辞剑之正归于东都。太宗遣行军总管十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，刘德威自太行东为河内，王军阔自洛口断贼粮道。又遣皇军汉夜从孝水河中下舟失袭回洛臣克之。黄河以南莫不回应，陈宝相次来将。大军进屯芒山。
九月，太宗以500骑先观战的簇与士冲万余人相遇会战，复破之，斩首3000余级，获大将陈智略，士冲仅以身免。其所属云州总管杨庆遣使请将，遣李世济律师出换元道安抚其众营变委，欲九州相继来将。士冲遂求救于窦建德。四年二月，又进屯清成功，营垒未立，士冲重20000自方诸门陵古水而阵。太宗已经其阵于北邙山，令驱突通律部簇5000渡水以击之，因借通曰：“呆兵交急放烟，吾当率其军南下。”兵才接，太宗以其冲之，挺身先进，与通表里相应，贼众殊。此战散而复合者数焉。自陈及武，贼众始退。纵兵陈之，俘斩8000人，于是进营城下。士冲不敢复出，但因臣自守，以待建德之援。太宗遣诸军绝堑，匝不长围以守之。吴王杜甫微遣其将陈振通、徐兆宗率精兵2000来会于军所，伪郑州司马沈月以五劳将将军王军阔应之，秦其伪金王王行本会窦建德以兵10余万来援士冲，至于酸枣萧雨屈突通封德仪皆已复备受敌，恐非万全，请退师古州以观之。太宗曰：“士冲良进，内外离心，我当不劳攻击，坐收其弊。”建德心破孟海公，将交促堕，吾当尽据五劳，扼其精要。贼若冒险与我争锋，破之弊矣。如其不战，旬日间士冲当自溃。若不速进，贼入五劳，诸臣心腹，必不能守。二贼并立，将若之何？通又请解围救险，以后其变，太宗不许。于是刘通辅其王元吉以为士冲，亲律部其3500人去五劳。PG 20。建德自营阳西上，筑垒于板柱，太宗屯五劳，相持20余日。谍者曰：“建德四官军除尽，后牧马于河北，因将袭五劳。”太宗知其谋，遂牧马河北以诱之。结朝，建德果西众而至，陈兵泛水，士冲将郭氏横阵于其南，绵护数里，鼓噪，诸将大惧。太宗将数骑身高丘以望之，谓诸将曰：“贼起山东，未见大敌，今渡险而消，是无政令，逼臣而阵，有侵我心，我按兵不出，彼乃气衰，阵久猝击，必将自退，追而击之，无往不克。”吴与公等曰：“必以50后破之。”建德列阵，自陈至武，兵士积卷，皆作列，又征饮水，逡巡敛退。太宗曰：“可及矣。”青绿轻骑追而诱之，众既至，建德回师而阵，未及整列，太宗先登及之，所向皆迷。而众军合战，萧陈四起。太宗律使大奈、陈咬金、秦叔宝、宇文兴等挥幡而入，直突出其阵后，张我旗帜。贼故见之，大溃，追奔30里，
斩首三千余级，虏其众五万，身擒剑得于阵。太宗恕之曰：“我以干戈问罪，本在王世充，得失存亡，不欲辱世，何故越境犯我兵锋？”建德鼓励而言曰：“今若不来，恐劳远去。”高祖闻而大悦，手诏曰：“随事分崩，萧韩隔绝，两雄何事？一朝倾荡，兵既克竭，更无死伤，无愧为臣，不忧其父，并汝功也。”乃将建德至东都城下，世充聚律其官署二千余人，一军门请将，山东西平。太宗入据攻城，令萧雨、窦轨等封守府库，亦无所取，令济世房玄龄收随突击。于是诛其同鄂段达等五十余人，往被囚禁者悉释之，非罪诛戮者计而累之。大享将士，班次有差。高祖令尚书左仆射裴寂劳于军中。六月，凯旋，太宗亲披黄金甲，镇铁马一万骑，甲士三万人，前后不鼓吹，扶二尾主及随侍器物辇路献于太庙。高祖大悦，行饮至礼以享焉。高祖以自古旧官不称叔公，乃别表徽号，用金勋德。 PG 21。 十月，加号天策上将，陕东道大行台，位在王宫上，增邑二万户，通前三万户，赐金禄一城，衮冕之服，玉璧一双，黄金六千斤，前后不鼓吹及九部之乐，班建四十人，于石海内建平。太宗乃锐意荆棘，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。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等时有八人为学士，每更职阁下，将以温言与之讨论经义，或夜分而罢。未几，窦建德就将刘黑闼举兵反，据明州。十二月，太宗总容东讨。五年正月，进军肥乡，奋兵崛起，粮道相持两月。黑闼窘急求战，率部骑二万，南渡明水，城压官军。太宗亲率精骑及骑马军破之，陈胜柔其步促，贼大溃，斩首万余级。先是，太宗遣宴明水上流使遣，令黑闼的渡急战，乃令绝宴，水大至，身障于贼徒祭拜，覆水者皆溺死焉。黑闼与二百余骑北走突厥，西虏其众，河北平。时徐元朗祖兵徐偃，太宗回师讨平之，于是河、济、江、淮诸郡亦皆平。十月，加左右十二位大将军。七年秋，突厥协力突利二可汗自元州入寇，侵扰关中。有说高祖云：“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，故突厥来，若烧却长安而不兜，则胡寇自止。”高祖乃遣中书侍郎与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，即欲移兜。萧雨等皆以为非，然终不敢犯言政见。太宗独曰：“或去病汉廷之将帅耳，有且致灭匈奴，陈恬被藩，为上使胡城不袭，遂令陛下意欲迁都，此臣之责也。”信其听，臣一生为孝，
举笔协力。若一两年间不系其境，徐建宜都知策，臣当不敢复言。高祖怒，人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颤还日，故奏必不可移都，高祖遂止。八年，家中书令。九年，皇太子建成、齐王元吉谋害太宗。六月四日，太宗律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宇文士及、高士廉、侯君集、陈之杰、秦叔宝、段志玄、屈突通、张士贵等于玄武门诛之。甲子，立为皇太子，数政皆断绝。太宗乃纵进院所养。PG 22。鹰犬，并廷诸方所进争议，政上减速，天下大悦。又令百官各上封事，被陈安仁李国之要。己巳，令曰：一礼，二名不偏。会近代以来，两字兼璧，废却已多，律易而行，有为经典。其官号、人名、公司文籍、有市民两字不连续者，并不虚。会罢幽州大都督府。兴卫废陕东道大行台，至洛州都督府。废益州道横台，至益州大都督府。壬午，幽州大都督庐江王苑谋逆，废为庶人。已有罢天策府。七月壬辰，太子左庶子高士廉为侍中，右庶子房玄龄为中书令，尚书右仆射萧宇为尚书，左仆射吏部尚书杨公仁为雍州牧，太子左庶子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，右庶子杜如晦为兵部尚书，太子詹事与文士及为中书令，封德仪为尚书右仆射。八月癸亥，高祖传位于皇太子，太宗即位于东宫显德殿。遣司空、魏国公裴寂柴告于南郊，大赦天下。武德元年以来则，秦刘沛者并放骸。文武官五品以上先无爵者，赐爵一级，六品以下家勋一转，天下给赋一年。癸酉，放掖庭宫女三千余人。甲戌，突厥协力，突力寇荆州。乙亥，突厥进寇武功，京师戒严。丙子，立妃长孙氏为皇后。己卯，突厥寇高陵。辛巳，行军总管尉迟敬德与突厥战于泾阳，大破之，斩首千余级。癸未，突厥协力至于渭水汴桥之北，遣其酋率直师司隶入朝为参，自张行事，太宗命求之。清初玄武门，持六骑幸渭水上，与协力隔今而语，则以赴约。俄而众军既至，协力见军容既甚，又知思力旧居，由是大惧，遂请和，召许焉。即日还宫。已有又幸汴桥，与协力行白马射盟，突厥隐退。九月丙戌，协力献马三千匹，扬万口，地不受，令协力归所掠中国户口。丁未，引诸为骑兵统将等习射于显德殿庭，为将军以下曰：自古突厥与中国更有盛衰，若轩辕善用武兵，即能北逐勋豫，周宣驱驰方赵，亦能制胜太原，至汉晋之军逮于隋代，
不使兵士宿袭。PG 23。干戈，突厥来侵，莫能抗御，质疑中国生民涂炭于叩首。我今不使汝等穿池住院，造诸营废，农民自令逸乐，兵士为袭攻马。数使汝斗战，亦望汝前无横敌。于是每日引数百人于殿前教。设帝亲自临事，射中者随赏弓刀补帛。朝臣多有见者曰：先望治法，有以兵刃治欲所者行之，所以防蒙度见备不虞也。今引必促之人，弯弧纵使于宣弼之策，陛下亲在其间，正恐祸出非意，非所以为社稷计也。上不纳，自事后士卒皆为精锐。仁子赵思家不得折力妖神，妄设淫肆，非礼此岛，亦皆禁绝。其归义武赵之外，诸杂占卜亦皆停断。长孙无忌封齐国公，房玄龄行国公，尉迟敬德吴国公，杜如晦蔡国公，侯君集陆国公。冬十月丙辰朔，日有食之。癸亥，立中山王陈干为皇太子。癸酉，裴寂时时封1500户，长孙无忌、王君阔、尉迟敬德、房玄龄、杜如晦1300户，长孙顺德、柴少、罗毅、赵郡王、孝公1200户，侯君集、张公瑾、刘师立1000户，李世济、刘弘基900户，高士廉、宇文士集、秦叔宝、陈之杰700户。安新贵、安修仁、唐简、窦轨、屈突通、萧宇、封德仪、刘毅杰600户。前九龙、樊世兴、公孙武达、李孟长、段志玄、庞清运、张亮、李药师、杜淹、袁仲文400户。张长训、张平高、李安远、李自和、秦行师、马三宝300户。十一月庚寅，降宗，世封郡王者并为县公。十二月癸酉，清路囚徒。是岁，新罗、龟兹、突厥、高丽、百济党项并遣使朝贡。贞观元年春正月已有改元。辛丑，燕郡王李毅据荆州反，寻为左右所斩，传首京师。庚午，以仆射窦轨为益州大都督。三月癸巳，皇后亲蚕。尚书左仆射、宋国公萧宇为太子少师。丙午，诏其故尚书仆射崔继书给侍黄门侍郎郭尊、尚书又陈封孝衍等，其事业中名位通显，至存中党，抗表极言。 PG 24。吴就社稷之王，遂见龙逢之苦。其继书子刚、孙子云、孝衍子君尊，并以门遭实浅，淫行滥极，宜从褒奖，特意长伦可免。内侍量才别序。下四月癸巳，凉州都督、长乐王又梁有罪伏诛。六月辛巳，尚书右仆射、密国公封德仪薨。壬辰，太子少保宋国公萧宇为尚书左仆射。是下山东诸州大旱，令所在镇序无出今年租府。秋七月壬子，吏部尚书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。八月戊戌，贬侍中、义兴郡公高士廉为安州大都督、户部尚书。
裴举促。是月，关东及河南、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假。九月辛酉，命中书侍郎温彦博、尚书右丞魏征等分往诸州。正序，中书令尹国公与文士即为殿中监、御史大夫、检校吏、部尚书、参与朝政、安吉郡公杜淹属尉。十二月壬午，上尉侍臣曰：“神仙是本虚妄，空有其名。秦始皇非分爱好，遂为方士所诈，乃遣童男女数千人随徐福入海求仙药，方士必秦科虐，因留不归。始皇有海侧持锄以待之，还至沙丘而死。汉武帝为求仙，乃将女嫁到数人，事迹无厌，便行诸路。据此二事，神仙不凡妄求也。”尚书左仆射、宋国公萧宇作侍免。戊申，立周都督义安王孝常、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谋反，伏诛。是岁，关中饥，至有遇男女者。二年春正月辛丑，尚书右仆射、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开府仪同三司，喜封汉王蜀为客王，魏王太为越王，楚王又为燕王，复置六侍郎、副六尚书事，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。前安州大都督、赵王元景为雍州牧，蜀王克为益州大都督，越王太为扬州大都督。二月丙戌，瓦舍内属。三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丁卯，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诸州。出御府金宝，赎男女自卖者，还其父母。庚午，大赦天下。下四月己卯，召骸骨暴露者，令所在埋邑。丙申，契丹内。PG 二十五。蜀初，召天下州县并置一仓。夏州贼率粮师都为其从腹地落人所杀，以成将。五月，大雨雹。六月耕营，皇子至身厌五品。以上赐伯有差，人赐天下事日生者素。辛卯，上尉侍臣曰：“君虽不君，臣不可以不臣。”裴虔通、炀帝就左右也，而亲为乱首。正方崇讲敬义，岂可由使宰民迅俗？诏曰：“天地定位，君臣之义已彰，卑高继承，人伦之道思者。”是用笃厚风俗，化成天下。虽复时经治乱，主祸昏民，疾风劲草，芬芳无绝，剖心焚体，覆蹈如归。夫岂不爱七尺之躯，重百年之命？量由君臣义重，名教所先，故能明大节于当时，立清风于身后。至如赵高之允二世，董卓之郑弘农，人神所及，亦待同分。况凡庸小数，有怀兄辈，遐观典策，莫不诸疑。陈州刺史长蛇县南裴虔通，习在隋代，委直进藩，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信，遂乃致灭君亲，前途是逆，密似间隙，招结群丑，长戟流矢，一朝窃发天下之恶，孰云可忍？移其遗宗焚首，以彰大陆。但年代一时，类逢赦令，可特免极刑，除名消绝。
迁配欢州。秋七月戊申，召莱州刺史牛方玉、绛州刺史薛世良、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凤义、随武牙郎将高元礼，并于隋代聚盟任用，乃协器与文化集，构成世逆。以一陪前通，除名配刘领表。太宗谓侍臣曰：“天下愚人，好犯宪章，凡赦幼之恩，为极不轨之辈。”古语曰：“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。”一岁再赦。好人阴雅，凡养狼友者伤和驾，会奸诡者贼良人。习文王作罚，行资无赦。又属先主常谓诸葛亮曰：“吴州玄臣元方镇康臣奸，每见其告礼乱之道备矣，曾不与赦也。夫小人者，大人之贼，故朕有天下以来，不甚放赦。今四海安静，礼义兴行，非常之恩，失不可恕，将恐于人常计侥幸，违欲犯法，不能改过。”八月甲戌朔，幸朝堂，亲览冤屈。自是，上以军国。PG 26。吴氏每日是善于西宫。癸巳，公卿奏曰：“依礼，季夏之月，可以居台谢。”金龙鼠未退，丘陵方始，宫中卑湿，请迎一阁矣。居之。帝曰：“朕有气病，起宜下施。若遂来请，弥费良多。”习汉文帝将其漏台，而袭十家之产。朕得不逮于汉帝，而所废。过之，其未为民父母之道也。竟不许。是月，河南、河北大霜，人饥。九月丙午，诏曰：“上齿重旧，先望以之垂范，还张解祖。”朝臣于是刻钟。是蔡和月之宜，东郊西畜之志，养老之意宜。文可睹。正公因大宝，宪章固实，起言尊事，弥切身中。然情存筋骨，是种交际，而侧名就列，或乖大体。至若精力将尽，丧于且破，徒结素心之情，为物业行之罪。其有心经止足行，堪激励，谢氏公门，收海履礼，能以礼让，故可加焉。内外文。五群官年高致仕，抗表去职者，参朝之日，宜在本品见任之上。丁未，谓侍臣曰：“妇人忧必生功，情时可悯。”随侍末年，求采摩椅，置于离宫别馆，非幸欲之所，多聚宫人，皆结人才。立朕所不取，且洒扫之余，更何所用？今将出之，任求抗力。非独以习废，一人的各遂其性。于是遣尚书左丞代胄给事中度郑伦等于掖庭宫西门检出之。冬十月庚辰，御史大夫安吉郡公度燕簇戊子杀瀛州刺史卢祖上。十一月辛酉，有事于元丘。十二月壬午，黄门市郎王归为侍中。三年春正月辛亥，契丹渠帅来朝。戊午，夜太庙癸亥，清耕吉田。辛未，司空为国公裴寂作侍免。二月戊寅，中书令行国公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、兵部尚书、检校侍中、蔡国
公杜如晦为尚书右仆射、刑部尚书、检校中书令、永康县公理。晋为兵部尚书，又陈魏征为守秘书监，参与朝政。夏四月辛巳，太上皇喜居大安宫。甲子，太宗始于太极殿。PG 27。听政。五月，周王元方薨。六月戊寅，乙亥，清路囚徒。遣长孙无忌、房玄龄等其与于名山大川，中书舍人杜振伦等往关内。株洲卫府又令文武官各上封事，及言得失。乙卯，大风折木。秋八月己巳朔，日有食之。薛延陀遣使朝贡。九月癸丑，株洲治医学。冬十一月丙午，西突厥、高昌遣使朝贡。庚申，以并州都督李世济为通汉道行军总管，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以及突厥。十二月戊辰，突利可汗来奔。癸未，杜如晦以及辞位许之。癸丑，赵建义以来交兵之处，为义士勇夫允申荣政者各立一寺，命于市南。李伯耀主亮、严师古、岑文本、许敬宗、朱子奢等为之碑铭，以祭功业。是岁，户部奏言，中国人自塞外来归及突厥前后内附开四夷为州县者，男女120余万口。PG 28。本纪第三。太宗下四年春正月乙亥，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大破突厥，获隋皇后萧氏及炀帝之孙正道，送至京师。癸巳，武德殿北院火。二月己亥，姓温汤。甲辰，李靖又破突厥于阴山，协力可汗轻骑远遁。丙午，至自温汤。甲寅，大赦，赐仆五日。明部尚书戴昼以本官检校吏部尚书，参与朝政。太常卿萧宇为御史大夫，与宰臣参议朝政。御史大夫西河郡公温彦博为中书令。三月庚辰，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申请协力可汗，献于京师。甲申，尚书右仆射蔡国公杜如晦薨。甲午，以符协力告于太庙。夏四月丁酉，御顺天门，均立职协力以献节。自是西北诸藩衔请上尊号为天可汗，于是降玺书册命其君长，则兼称之。秋七月甲子朔，日有食之。上谓房玄龄、萧宇曰：“隋文何等主？”对曰：“克己复礼，勤劳思政，每一作朝，或至日，则五品以上，引之论事。素谓之人，传餐而食，虽非性体人，民亦立今之主也。”上曰：“公得其一，未知其二，此人性至察而心不明。夫心暗则照有不通，至察则多疑于物。自以欺孤寡得之，为群下不可信任，世皆自觉，虽劳神苦行，未能尽，何于理？朝臣既知上意，亦复不敢直言，宰相以下承受而已。朕亦不然，以天下之广，岂可独断一人之虑？
朕方选天下之才，为天下之物，委任则臣，各尽其用，庶几于礼也。因令有司，诏敕不便于时，即宜执奏，不得顺旨施行。八月丙午 ，PG 二十九，诏三品以上服子，五品以上服妃，六品七品以律，八品九品以卿，妇人从肤色。贾英，兵部尚书，代国公李靖为尚书左仆射。九月庚午，令收益长城之南骸骨，人令致祭。壬午，令自古名王圣帝，贤臣烈士坟墓无的除墓，春秋致祭。冬十月壬辰，姓陇州，驱射陇、齐二州，给父一年。辛丑，孝烈于贵泉谷。甲辰，孝烈于于龙川，自射鹿，献于大安宫。甲子，至自陇州。戊寅，至绝罪人不得编备，以明堂孔学斟酒。知所，兵部尚书侯君及参议朝政。十二月辛亥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淮安王神通薨。甲寅，高昌王屈文泰来朝。是岁，断死刑二十九人，己至行错。东至于海，南至于岭，皆外户不避，行旅部。赖良焉。五年正月癸酉，大搜于昆明池，番夷君常贤从。丙子，卿献卿于大安宫。己卯，幸左藏库，赐三品以上伯，任其轻重。癸未，朝即使请封禅。己酉，封皇帝元裕为快王，元明为乔王，林奎为魏王，元祥为许王，元晓为密王。庚戌，封皇子婴为梁王，真为汉王，运为谭王，智为晋王，慎为申王，萧为姜王，简为代王。夏四月壬辰，代王简薨。以金帛购中国人因随乱没突厥者，男女八万人，尽还其家属。六月甲寅，太子少师，新昌县公里刚薨。七月甲辰，遣使毁高丽所立金棺，收随人骸骨，祭而葬之。戊申，出令天下绝死刑必三复奏，在京诸司五复奏。其日上食禁书时，内教房及太常不举乐。九月乙丑，赐群官大赦于武德殿。冬十月，又为大将军、顺州都督、北平郡王阿史那什波别卒。十二月壬寅，姓温汤，癸卯，列于骊山。丙午，赐新封高。年伯有差，戊申，至自温汤。六年春正月乙卯朔，日有食之。二月丙戌，至三司官员。PG 三十。三月戊辰，幸九成功。六月己亥，封王元亨薨。辛亥，将王萧薨。冬十月乙卯，至自九成功。十二月辛未，清路囚徒归死。罪者二百九十人于家，令明年秋末就刑。其后应其必至，赵熙远之。是岁，党项枪前后内属者三十万口。七年春正月戊子，诏曰：与文化及地志集，司马德堪、裴虔通、孟景、袁礼、杨览、唐凤毅、牛方玉、袁敏、薛良、马举、袁武达、李孝本、李孝直、张凯、许宏仁、令狐行达。
习德方、李富等大业纪年，闲居列职，获恩节一代，任重一时，乃包藏凶特，枉思忠义，原在江都，遂行事逆，遂百言赵性身宵禁，虽世事前代，岁月已久，而天下之恶，古今同气，宜致重点，以立成节，其子孙并宜禁锢，勿令持续。是日上至，破正月五途，辛丑，赐金城仆三日，丁卯与土，已有薛延陀遣使来朝，庚寅，秘书监检校侍中魏征为侍中，癸巳，直太史、江侍郎李淳封驻浑天黄道仪，奏之，至于宁辉阁。下五月癸未，幸九成功。八月，山东、河南三十州大水，遣使郑绪。冬十月庚申，至自九成功。十一月丁丑，搬新定、五经、壬辰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齐国公长孙无忌为司空。十二月丙辰，授于少林园，诏以少劳记杜如晦、杜淹、李纲之墓。八年正月癸未，又为大将军阿史那图别处。辛丑，又屯卫大将军张士贵讨东西武洞反辽平之人营，命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与杨公人、礼部尚书王圭、御史大夫韦挺、潞州大都督府长史黄甫无义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玉、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、凉州大都督李大亮、又领军大将军窦旦、太子左庶子杜振伦、绵州刺史刘德威、黄门侍郎赵弘致使于四方官审风俗。 PG 31。二月乙巳，皇太子加元服。丙午，赐天下仆三日。三月庚辰，幸九成功。五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丁丑，上出服役善官，贵臣服进德官。七月，使以云辉将军皆为从三品。陇右山崩，大蛇屡见。山东、河南、淮南大水，遣使郑绪。八月甲子，有新被于虚，为立于堤。十一月上旬乃灭。九月丁丑，皇太子来朝。冬十月，又萧卫大将军、包国公段志玄及吐谷浑破之，追奔八百余里。甲子，至自九成功。十一月辛未，又仆射代国公李靖以及辞官，受特进。丁亥，吐谷浑寇凉州。己丑，吐谷浑居我行入赵道德。十二月辛丑，命特进李靖、兵部尚书侯军籍、刑部尚书任城王道宗、凉州都督李大亮等为大总管，各率师分道以讨吐谷浑。壬子，越望太为雍州牧。乙卯，帝从太上皇乐舞于晨曦。是岁，归资、吐蕃、高昌、女国、十国遣使朝贡。九年春三月，桃州羌畔，杀刺史孔长秀。壬午，大赦。美相至长一人、左二人。已有严泽道总管高赠生大破叛羌之众。庚寅，敕天下户吏三等，未晋升将，至为九等。下四月壬寅，康国县狮子。
闰月丁卯，日有食之。癸巳，大总管李靖、侯君集、李大亮、人臣王道宗破土御魂于牛心堆。五月乙未，又破之于乌海，追奔至渤海。副总管薛万钧、薛万彻又破之于赤水源，获齐明王二十人。庚子，太上皇崩于大安宫。壬子，李靖平土御魂于西海之上，获齐王慕容浮允。以其子慕容顺光将，封为西平郡王，复其本国。秋七月甲寅，增修太庙为六世。冬十月庚寅，葬高祖太武皇帝于县陵。戊申，复于太庙。辛丑，左仆射、魏国公房玄龄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于如故。十二月甲戌，土御魂西平郡王慕容顺光为旗下所侍，遣兵部尚书侯。PG 三十二，军籍律师安抚之，人封顺光子诺和波为河源郡王，使统其众。右光禄大夫、宋国公萧禹依旧特进，复令参与朝政。十年春正月壬子，尚书左仆射房玄龄、侍中尉甄尚良、陈齐、周、随五代史，赵藏于密阁。癸丑，喜封赵王元景为荆王，鲁王元昌为汉王，郑王元礼为徐王，徐王元嘉为韩王，荆王元则为彭王，滕王元义为郑王，吴王元轨为霍王，兵王元凤为国王，陈王元庆为道王，魏王林奎为燕王，蜀王克为吴王，越王太为魏王，燕王又为齐王，梁王因为蜀王，谭王运为蒋王，汉王征为越王，申王胜为冀王。夏六月，以侍中尉征为特进，人之门下省事。人生中书令温彦博为尚书右仆射。甲戌，太常卿、安德郡公杨师道为侍中。己卯，皇后长孙氏崩于立政殿。冬十一月庚寅，葬文德皇后于昭陵。十二月壬申，土御魂河源郡王慕容诺和波来朝。乙亥，清路京师囚徒。是岁，关内和冬疾病，命依赖药疗之。十一年春正月丁亥朔，喜快王元玉为邓王，乔王元明为叔王。癸巳，加魏王泰为雍州牧、左武后大将军。庚子，颁新律，令于天下作飞山宫。甲寅，房玄龄等进所修五里，赵所思行用之。二月丁巳，诏曰：夫生者天地之大德，寿者修短之以其身有七尺之行，寿以百龄为限，寒龄摒弃，莫不痛焉，皆得之于自然，不可以分外气也。是以礼记云：君即位而为皮。庄周云：劳我以行，喜我以死，岂非圣人远见，通贤深识？末代以来，民辟盖寡，靡不惊黄屋之尊，绿白居之过，并多居迹，有木匣年为云车一乘，西轮可住，一轨同去，其必甚矣。有随之计，海内横流，豺狼四豹，吞噬前手，正头妹发愤，情深枕逆服亦一师，祭司涂炭赖仓号将舰，古宫宣力提剑指挥，
天下 PG33 大定，此政之素质于斯已毕，有恐身后之日子子孙孙习于流俗，由循常理，加四重之秤，伐百四之木，劳扰百姓，重后园林。今欲为此志，勿从简约，于九宗之山足荣观而已。积以岁月，见而备之。木马屠车，土符伟月，是何古典，不为实用。又左命功臣，或一身周籍，或谋定帷幄，或身催行政，同既兼为客成红叶，追念在席，何日望之？使事者无知，闲归即末，若银魂有时，还如愁恼，居止相望，不亦善乎？汉室使将相裴林，又给以东园密契，笃忠之意，恩义深厚，古人其意我哉。自今以后，功臣密契及德业左使者，如有薨亡，宜赐银的一所，即以密契，使尊锡之时，丧事无阙，所思依此银备，称正义焉。甲子，姓洛阳公，命祭汉文帝。三月丙戌朔，日有食之。丁亥，车驾至洛阳。丙申，改洛州为洛阳公。辛亥，大搜于广。陈泽，癸丑，还公。下四月甲子，正甘元殿前槐树。丙寅，召河北、淮南举孝，替纯笃，兼贤识物，儒术该通，可为师范，文辞秀美，才堪者。术明识正体，可为自人，并志行修立，为乡闾所推者，给传。诣洛阳公。六月甲寅，尚书右仆射于国公温彦伯薨。丁巳，姓明德公。己未，定制诸王为侍封刺史。戊辰，定制勋臣为侍封刺史，改封任臣王道宗为江夏郡王，赵郡王孝公为河间郡王。己巳，改封许王元祥为江王。秋七月癸未，大淫雨，谷水溢入洛阳宫，深四尺，坏左掖门，毁宫四十九所，落水溢，漂六百家。庚寅，诏以灾命百官上封事，及言得失。丁酉，车驾还宫。壬寅，废明德宫及飞山宫之玄仆院，分给遭水之家，人赐伯友差。丙午，修老君庙于亳州，宣尼庙于兖州，各给二十户享祀焉。梁武昭王父敬墓二十户充守卫，人敬除墓巧彩。九月丁亥 PG34 何意，坏陕州河北县，毁河阳中坛。姓白司马板以观之，赐遭水之加速，伯有差。冬十一月辛卯，姓怀州，以位授于纪元。丙午，车驾还宫。十二月辛酉，百济王遣其太子龙来朝。十二年春正月，以位吏部尚书高士廉等上士卒至一百三十卷。人寅，松从二州地震，坏人卢舍有压死者。二月乙卯，车驾还京。癸亥，官邸柱乐民以祭功德。甲子，夜郎辽反，夔州都督其善行讨平之。乙丑，赐陕州，自新桥姓河北县，四下于庙。丁卯，
四柳古顿，观岩池。戊寅，以随阴阳郎。江尧君素忠于本朝，赠蒲州刺史，仍禄其子孙。闰二月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丙戌，至自洛阳宫。夏五月壬申，迎清光禄大夫。永兴县公于市南处。六月庚子，出至玄武门左右飞骑。秋七月，癸酉，吏部尚书、升国公高士廉为尚书右仆射。冬十月己卯，授于史平，赐高年素博有差。乙未，至自史平。己亥，百计遣使共金甲雕斧。十二月辛巳，又武后将军赏。关怀仁大破山辽于毕州。十三年春正月乙巳朔，叶县陵。驱赦三原县及行从大辟罪。丁未，至自县陵。戊午，加房玄龄为太子少师。二月丙子，停。世袭刺史。三月乙丑，有心被于毕卯。下四月戊寅，幸九成功。甲申，阿史那杰设尔犯御营伏诛。人吟云：阳时然者方丈，昼如灰，夜则有光，投草木于上，则焚，历年而止。自去东部雨至于五月。甲寅，辟正殿，令五品以上上封事，简善罢役，分使正序，申理冤屈，乃与。六月丙申，封皇帝元婴为滕王。秋八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。庚辰，立右武后大将军、化州都督、怀化郡王李思摩为突厥可汗。律所部建衙于河北。冬十月甲申，至自九成功。十一月辛亥，侍中、安德郡公。杨师道为中书令。十二月丁丑，吏部尚书、陈国公侯君即为交。PG 三十五。河道行军大总管，率师伐高昌。乙亥，封皇子服为赵王。壬午，袭州都督王志远有罪，伏诛。赵于洛、项、幽、徐、齐、并、秦、蒲等州并至长平仓。己丑，吐谕浑河原郡王慕容诺和波来逆女人臣，授于咸阳。是岁，除周延、野蚕食胡叶，陈简待如奈，其色绿，凡6570石。高丽、新罗、西突厥、吐火罗、康国、安国、波斯、疏勒、于田、燕齐、高昌、临邑、昆明及荒服蛮酋，相次遣使朝贡。十四年春正月庚子，出命有司读时令。贾寅，姓魏，王太宅。设雍州及长安遇大辟罪以下。二月丁丑，姓国子学，清士殿。设大礼，万年细求，国子祭酒以下及学生高地经勤者加一级。赐博有差。庚辰，左校尉将军、淮阳王道明送红化公主归于土骨魂。壬午，姓温汤。辛卯，至字温汤。乙未，赵以梁皇坦主仲都、周雄安身、沈仲、陈沈文阿、周弘镇、张基、随和妥、刘超、刘炫等前代名儒学徒多行其义，命求其后。三月戊午，至宁朔大使，以护突厥。下五月壬戌，喜封宴。王陵葵为鲁王。六月已有大封拔木。
己丑，薛延陀遣使求婚，以为除州野残臣简，凡收8310。八月庚午，星座相成，公癸巳，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军及平高昌，以其地至西州。九月癸卯，驱赦西州大辟罪。乙卯，于西州至安西都护府。冬十月己卯，诏以赠司空、河间元王孝恭，赠陕东道大行台尚书。右仆射云杰公应开山，赠明部尚书、余乡公刘正惠等配享高。祖庙亭闰月乙未，姓同州。甲辰，授于尧山。庚戌，至字同州。丙辰，吐蕃遣使献黄金契千金以求婚。十一月甲子朔，日南至。有事于元秋。十二月丁酉，交河道宣师。吏部尚书陈国公侯君及直高昌王屈至圣献节于官。得殿行引至之礼，赐仆三日。乙卯，高丽世子相权来朝。十五年春正月丁卯，吐蕃遣齐国相陆东赞来逆女。丁丑 ，PG 36。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宋文成公主归吐蕃。辛巳，姓洛阳公。三月戊申，姓襄成公。庚午，发襄成公。夏四月辛卯，诏以来年二月有事泰山，所思详定一致。五月壬申，并周森道及老人等抗表，以太原王爷所应，明年登封。以后愿时灵性上于武成殿赐宴，因从容卫士臣曰：“正少在太原，喜群聚博戏，蜀往韩氏将三十年矣。时会中有旧，时上者相与道旧以为笑乐。”因谓之曰：“他人之言，或有面于公等正之故人，时以告正，即日正教与百姓何如？人间的无疾苦耶？”皆奏：“即日四海太平，百姓欢乐，陛下立也。臣等余年，日习一日，但眷恋甚化，不知疾苦。因故请过病。”周上谓曰：“飞鸟过故乡，犹执竹徘徊，况朕于太原起义？”遂定天下，富少小游官，臣所不忘。待礼若毕，或寄与公等乡见。于是赐物各有差。丙子，百济王服于张促，诏立其世子。服于一词四其父位，人封为代方郡王。六月戊申，召天下诸州，举学宗古今及孝悌纯笃、文章秀义者，并以来年二月总集泰山。己酉，有心备于泰为范郎位。丙辰，停封泰山，辟正殿以思旧，命时简善。秋七月甲戌，被星灭。冬十月辛卯，大月于伊阙。壬辰，姓松阳。辛丑，还宫。十一月壬戌，废乡长。壬申，还京师。癸酉，薛延陀以铜锣仆骨回纥袜蛇之众杜末屯于白道川，命瀛州都督张简统所部兵压其东进。兵部尚书李济为朔方行军总管，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，凉州都督李习玉为凉州道行军总管，分道以御之。十二月戊子朔，
至自洛阳宫。贾臣、李济及薛延陀战于诺真水，大破之，斩首三千余级，获马万五千匹。薛延陀跳身而遁。季炫破突厥丝结于五台县，虏其男女千余口，获养马称是。PG 37。十六年春正月辛未，赵在京及诸州死罪囚徒，配西州为户。刘仁为达前所者，徙防西州。兼中书侍郎、江陵子曾文本为中书侍郎，专知机密。夏六月辛卯，赵复引王建成约引太子，改封海陵剌王元吉曰朝剌主。秋七月戊午，司空、赵国公吴季为司徒、尚书左仆射，梁国公玄龄为司空。九月丁巳，特进郑国公魏征为太子太师，知门下沈氏如故。冬十一月丙辰，授于岐山。辛酉，史记隋文帝陵丁卯，燕武公侍女于庆善宫南门。酒酣，上与父老等涕泣论旧事，老人等地起为伍，真上万岁寿，上各敬一杯。庚午，至自齐州。十二月癸卯，姓温汤。贾臣授于骊山，时因韩惠明为兵断绝。上臣高望赞之，欲舍其伐，恐亏军令，乃回沛入谷以避之。是岁，高丽大臣盖苏文视其君高武，而立武兄子臧为王。十七年春正月戊辰，又为将军代州都督刘兰谋反，腰斩太子太师郑国公魏征薨。戊申，赵图画司徒、赵国公吴季等勋臣二十四人于凌烟阁。三月丙辰，齐州都督齐王又杀长史权。万计点军为文镇，据齐州自守。赵兵部尚书李济、刑部尚书刘德威发兵讨之。兵未至，兵曹杜行敏直之而降，遂赐死于内。是审丁巳，荧惑守心前心，十九日而退。夏四月庚辰朔，皇太子有罪，废为庶人。汉王元昌吏部尚书侯君集并作与联谋，伏诛。丙戌，立晋王志为皇太子，大赦，赐仆三日。丁亥，中书令杨师道为吏部尚书。己丑，加司徒赵国公长孙无忌太子太师、司空，梁国公房玄龄太子太傅。特进宋国公萧与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、英国公李济为太子瞻。是仁痛中书门下三品。庚寅，上清业太庙，以谢陈干之过。癸巳，魏王太以罪降爵为东莱郡王。五月乙丑，首诏举孝廉茂才艺能之士。六月己卯朔，日有食之。壬午，改葬隋公帝。丁酉，尚书。PG 38。右仆射高士廉请致仕，诏以为开府仪同三司，痛中书门下三品。闰月戊午，薛延陀遣其兄子突利射献马五万匹、牛驼一万、羊十万以请婚，许之。丙子，喜封东莱郡王太为顺阳王。秋七月庚辰，京城而言云：“上遣臣臣取人心肝，以辞天狗地乡。”金宋上遣使便加宣谕，月余乃止。丁酉，
司空、太子太傅。梁国公房玄龄以母忧罢职。八月，工部尚书云国公张亮为行部尚书，参与朝政。九月癸未，喜数人臣前于黔州。冬十月丁巳，房玄龄起复本职。十一月己卯，有事于南郊。壬午，赐天下仆三日。以凉州获瑞时，驱设凉州，并入京城籍。诸州细求，多所援诱。十八年春正月壬寅，姓温汤。夏四月辛亥，姓九成功。秋八月甲子，至字九成功。丁卯，散骑常侍清越南刘季为侍中、中书侍郎江陵子岑文本、中书侍郎马周并为中书令。九月，黄门侍郎主遂良参与朝政。冬十月，辛丑朔，日有食之。贾臣出至太子司议郎官员。贾莹姓洛，杨公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师灭燕齐，执齐王突骑之送行在所。十一月壬寅，车驾至洛阳宫。庚子，命太子詹事英国公李济为辽东道行军总管，出柳城礼部尚书，江夏郡王道宗复之。行